啊，就是要用珊瑚那些做，哦，对你就可以不用浇水了。可以。哎呦，谁没讲到话？哦呦，还好多人。哦，今天打烊。诶，矿洞可以进去了，可以啊，你可以上了。次是去对话过了。哦，有现在走线才来对话的。哇、哦，武器！你好啊，红西裤。抱歉。啊，这样我好难过，这样我一想到底下小姐说，我记得你叫做红喜姑对吧？红喜姑，来啊，带红喜姑去山上看夜景。红喜姑，你看，红喜姑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？没有没有，应该要反过来，你看红喜姑。好笑。突然戳中自己的笑点，停不下来。自己知道自己尬死我。就一种动物才会这样做，你知道是什么？啊，猴子。忙。烧自己尬死我，然后呼呼呼呼一直笑。真的太好笑了。你看，好辛苦。嗯呢，卡了一下。我想说，那边有一堆那个石头，拿个金头炸弹炸就好了。炸了三只螃蟹跑出来，我的爸！都是假的，都是螃蟹。你以为会有石头吗？没有。哎，九点半喽！九点半了。我去躺去床上嘞，然后明天就开始有人在敲门了。咚咚咚咚咚咚。那我在第四层，那我到第五层。冲起来！哎，那十点了。没关系，来得及啦。你只要11点走出来就好了。嗯。出口在哪里？其实还好啊，你如果是12点整刚走出来也还好。对啊。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。卖欢乐。什么每日任务？荒场深处，我喝困。我觉得没矿车好难过。哎，矿车没那么早开啊。对，矿车是要用钱买的嘞。如果用旧甲的话，旧甲的应该是吧。那我们很早就可以开矿车了。欸，有小雨在，一开始手都有了。为什么你又发亮了啦？因为我捡到那个啊。你又有手戒指了。对啊。哦，不然我想要戒指哦，我觉得戒指去矿坑真的超爽。你这么黑？我拿一个烂头发的。什么？陨石吗？陨石吗？好像是陨石的声音哎。是吗？我还没听到。我还没听到，我还在等待玩家。不是，我听到陨石的声音。陨石的声音？陨石？爆炸声？有吗？
这我没听到。高陨石是高陨石喽，我没听到。哎、欸，他自己收那个，好，收土豆，收水，收水。陨石会在哪里、啊？还是我们左下角矿坑那个有那个了？我在找，我在找。哦，找到了。对，在左下角，矿坑附近，很近很近，有一矿了，耶！哦，真的假的？这么猛？我好猛！哇，好猛哦！看到了哈？看到了，好帅啊！你以前没碰过这个世界吗？没有，没碰过。然后这种木头啊，随机，我巨大作物也都没。这种随机会变成蘑菇树。哦。嗯，我记得我陨石也是在第一年就有了，我都没有遇过，我没遇过，我都是很正常的活到后面。哎呦，我是幸运的孩子，真的。啊，我要去找我之前连温泉都超晚才开的。啊！刚刚突然，我想问你们在讲什么？哇，你们都没听到？没有啊，你也没遇过。哎呦，粘土你们要来捡一下，我还没买包包。不要，我要先去找巫师。好，想要先去买包包。我玩新入谷就只有一件最衰的事情，就是钓不到恐龙蛋了、啊。我在第三年才钓到恐龙蛋。我也还没钓到过恐龙。然后有一次是我一钓到恐龙，我只有很会打到那个古代种子。没有，我那时候一钓到恐龙蛋，很开心，很兴奋，因为那时候还带薯条上来。然后后来我就是忘了把恐龙蛋放在自己包包上面，我就直接关掉画面，带薯条下去，没有，还没带薯条下去，然后才发现说，我恐龙蛋没拿，那时候很崩溃。哎、欸，我刚按太快了，我有一个任务没接到、欸，哎，难受。罗宾斧头。对。我没有按接受，我就跳出来了，然后我就没有那个任务了。哇，那给他自己解就好了。没关系啊，他自己解就好了。嗯，他自己你解。我没有姐姐。他自己的姐姐。哦，昨天是文森特生日哦，忘记送他东西了，算了。啊，说到生日，潘妮。欸，我们可以准备买超多草莓种子。是哦。超多哦。草莓种子是春夏的、就是。春天。没有没有，春天而已。哦。那就是在跳舞的那个过了之后。跳舞节。哦。嗯，不是那个吗？彩蛋节就可以买了。是彩蛋节吗？彩蛋节啊！哦，彩蛋节。我要开启我的点点了，我要来捡面包了。啊，有面包是不是？给我一个。哦，好。你在哪里？来吧，在下面钓鱼那边。钓鱼，哦，两间房子，你的那个钓鱼，行行行，我听得懂。潘妮，那么巧，有一个潘妮在旁边，不能让他看到我跟你这么好，他会吃醋。好的，不要被他发现这是从垃圾桶捡起来的。对，那等下说上面怎么会有新那个红喜菇的味道？红喜菇，准备砍木头。礼拜四，莉亚，哎、欸，你怎么也出来了？好巧哦！好巧、哦，好巧哦！我也在耶、欸！干什么？你跟我抢哈基？我打。砍木头喽！是说教主多人物品不是不是只能一次给一个？对啊，要不然就把全部丢出来啊！对啊，不能多给，所以我们只能放箱子交易啊。
没有，或者是你整坨丢出来。睡啦，第七次了吗？又当掉了，为什么啊？哇哇，好惨哎！是不是我新入股从来没有重新安装过啊？我也没有啊，我也没有啊。嗯，你不是那时候又有载回来吗？我没有载回来。哦，哇，对，我就是一直我的是一直存着。嗯。我上一次开启它已经是2017年的6月了。天哪，209个小时了欸。我买包包。呵。啊。买吧。我好不敢买哦。等下断线一万块就没了呢。哦，被看到了。啊，没关系啊，随便啊。随便啊。随便了，虽然你是塞巴斯蒂安的好朋友，随便了。买的土豆回来，豆土豆，土豆。嗯。下面抢哈基。英文鉴定，辛苦辛苦。不会，其实这两天最辛苦的是那个统测。真的，我懂我懂，因为我也是同车生。我不懂。抢哈基？为什么是抢哈基？我们刚刚讲的吗？没啦，多了我被送你了。刚刚在乱玩。乱玩。老板。老板。这不是老板的地图，老板今天没上班。我在叫这个老板。好的。哎呀，看吧。你也不懂，你是繁星上的。哎呦，我看成我也不懂，我是上繁星的。不太妙。可是我体力有回回来，咦？断线福利是有，断线奖，断线，断线补偿，好像不错。可是你不会有啊，你不会有断，你所以那一天重来。我现在他那个罗宾在我们家，我会不会直接打拿斧头丢他？不行，你要等他。不行，你要等他，你要等他回去了。你也斧头丢我家啦。要开始上车了吗？好啦，再等一下，16分钟。欸，可以耶。可以哦。可以直接给他耶，好猛哦。算了。好猛哦。250块。有人想喝可乐，好，去拿可乐。有啊，洛里。卡路里，我来了。你也讲好，你名字叫卡路里，你叫卡洛琳。卡洛琳。很坏呢。哦哦哦哦哦。他都叫我们家那个是、啊、叫螃蟹了。全村好感度都刷满。重点是弟弟也有螃蟹。那搞不好把弟弟叫做哎塞巴。叫错，叫太顺。啊，等一下，这个不是看错，这是爱甲崩哎，爱甲崩，艾米莉呀、啊，哦，艾米崩啊，好的，米莉吧，米莉，台语时间，卡路里你在哪？你在这吗？没有。卡路里，没有。我的眼睛怎么只变一点了？你的眼睛，你猜的也是。对。哎呦，隔天体力一半了，我要去找可乐喝。好，你不要跟我讲话，快进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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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翻垃圾，要不要回家？对啊。他家卡路爷，诶、欸，
卡路里你在哪里？酒店也没有。晚上了。哟，剧情。哎、欸，哦，翻乐色剧情。为什么没有翻乐色剧情？我翻成这样都没有。你帮我把我门口的树砍掉哦。啊？你太过分了哦。啊、你怎么动我前面的木头？我不知道他是你朋友。